3699起，加量不加价。小米9 Pro 5G 上手，小改变大升级。9月24日，小米发布了旗下数字系列旗舰升级版手机小米9 Pro 5G 版，作为小米手机阵营中 5G 手机急先锋，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担着为小米开拓市场、对抗友商 5G 机型的重任。作为小米9的升级版，小米9 Pro 5G 虽然外观变化不大，但采用了旗舰处理器骁龙855 Plus， 支持 5G 双卡全网通三频段覆盖，在整体体验上还是令人期待的。下来带领大家先睹为快。首先在包装上，小米9 Pro 5G 采用了更为时尚大气的配色，给人一种简约之美。左上角的 5G 全网通标识突出了自身定位，这是一款 5G 手机。外观方面，小米9 Pro 5G 和小米9变化不大，不过屏幕采用了 Pro 级原色屏。据小米官方表示，这是一款专为设计师定制的 Pro 级屏幕，